朋友早安 FM 2099，今天早上邀请你一起进来写写字，谈谈心，然后呢跟自己好好的相处15分钟。如果你早上正在开车前往公司的路上，那希望这一段 me time 时光可以让你舒心疗愈。那如果你已经在公司准备上班了，或许你有一点点空档，可以让自己稍微的静心一下。更或许你是一个自由工作者，那这时我邀请你放下你手边的工作，我们一起来与自然、与自己、与生活、与所有的梦想来做对话跟连线。欢迎邀请你的好朋友们、家人一起进来。知道的，夏天已经到了末端了，夏天即将要过去了。在下个礼拜的8月8号，刚好是立秋。8月8号刚好是立秋，为什么要重复两次呢？因为8月8号是88节哦。立秋的节气加上父亲节，让我们的这个仪式感好像可以多了那么一点不一样的东西。讲节气好像是古代农人的生活，但是像四季运转，我们还是很喜欢用节气来让自己更快乐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首先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英文软笔字。很多好朋友都常说，绿老师，我们写了很多的中文字了，我们要不要来练习一下英文软笔字？当然是可以的了，好，那刚好趁着这个立秋，秋天的到来，秋天的童话课程也开跑了，欢迎大家一起加入我们的学习行列，私讯我就可以得到课程相关讯息哦。现在请准备好一张纸，一支笔，我们一起来写字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一起，今天的课程是父亲节英文软笔，欢迎邀请好朋友们，社群都可以，因为直播会在结束后就关闭咯。
我们首先以 Double Dance 来展开我们 Me Time 时光的序曲。人生就好像一场舞，有时候跳 Tango， 有时候跳广场舞，有时候跳跳健身操，有时候给自己一个华尔兹的时间。不管我们在生命的旅途当中发生了什么，经历了什么，遭遇了什么，我们都必须以旋舞的姿态完成这一场人生的体验，珍惜当下，活出美好。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是软笔字英文金句。如果你是想说，哎，是不是跟这个市面上的英文字的软笔一样，那可能会让你失望。今天的软笔字呢，是绿绿老师自创的绿绿体的英文软笔字。只是因为我过去很喜欢书写英文草写字体，所以今天呢，就运用了自己本身的喜欢，把这些东西加进来，邀请你一起跟我们来过一个这个写金句的爸爸节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可以练习好几天。下个礼拜八月八号刚好是立秋的时光，也刚好可以送出这张卡片。好的，今天的英文金句是爸爸节祝福。如果你可以的话，邀请你准备一张纸一支笔，一起来写一写。你知道一张卡片的力量是什么吗？如果你有读过吉米的《我只能为你画一张小卡片》这一本绘本，你就知道说，原来我们能给别人的祝福其实不多，就是几句暖心、宽慰、提及的话。然而呢，就因为你写出来了，你说出来了，他才收得到。所以世界上最重要的是表达。当我们透过表达把我们的心意融进我们的字体里，你就会发现收信的人、读信的人比收到简讯、收到这个罐头 email 更加的窝心，体贴的氛围就会产生了。所以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连结。试试看，这是我在1983年收到我父亲留给我的纸条，而今呢一直带在身边。年过半百之后再回头看这样的一个纸条，你会发现我们永远都没有长大过，永远是父亲心中的小女孩。是什么让我们遇见的？是什么让距离更近了？我想求你多。
你有问过父亲想要什么吗？我记得小时候我跟弟弟妹妹啊，常常会在父亲节前夕来做父亲节卡。我不晓得哎，在那个年代里面，我妈妈就给我们这样的教育哦。我们在这个各大节日哦，就会呢去做一些仪式感的事。然后呢，我记得我们做给爸爸的卡片，有时候里面是领带啦、茶包啦、这个烟斗啦、翘胡子啦，好，每年卡片都不一样。但后来呢，就渐渐的呢，这个卡片没有这么的夸张哦，就以那个内容来取胜哦。所以事实上，你会发现一件事哦，当你越长大了，你越来越不敢表达哈、哦，因为这夸张的卡片就是我们心的投射嘛，那你可能就是一张素雅的信纸，然后上面写了你对爸爸最真心的祝福，这样也没有不好，好，只是说经过岁月，我们好像都长大了，但是我们好像也没长大，好，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写写爸爸节的英文金句。好，那你说老师怎么不写中文呢？因为呢，这个昨天呢，我们有这个大师呢跟绿老师说，哎，绿老师来写写爸爸节的这个英文软笔金句吧，哈、哦。好，那我就想说 ，OK 啦 ，English 我也可以啦，哈、哦。难得我们的节目出现了这个英文的功课哦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祝福所有的男神父亲们，哈、哦，就是用英文呢、哦。来写一下卡片，也这个暑假呢，孩子们也可以这么做哈，制造一点生活的仪式感。爸爸呢不是不倒的，爸爸只是不说，他想要什么你知道吗？你也不知道哈，或许你要问他一下，爸爸你想要什么呢？他会说我不缺东西呀，没错，爸爸就是这么的提及。OK。生活的距离。
好，广告时间，休息时间，大家喝一杯水，起来深蹲十下，再继续。而我的手呢，今天非常的僵直哦，所以字体没有很好看，但因为父亲节的关系哦，还是赶快来这个许愿池许愿的朋友们，就赶快实现你的愿望。父亲节的英文金句，让我们一起来写一写。好，现在休息一下咯。等一下，我们今天破例来爱的点点名，欢迎大家留下520-999 520-999。吕老师，等一下，在这个十个深蹲之后呢，会叫你哦。说女人呢是父亲前辈子的情人哦，今世情人是妈妈，上辈子情人是女儿，所以把爱说出口，父亲也许很难对我们说爱哦，但呢我们呢应该勇敢说爱，所以呢把你的爱说出来，爸爸应该会很开心的。今天手指呢就异常僵硬哦，所以呢今天写的字特别潦草，但是好像也特别适合爸爸。爸爸就是一座山，就像山一样高，就很粗犷的一个外在，但是呢内心却无比柔软。
我最近呢常常看一些育儿的短片，然后就会回想起思妍妹妹第一次啊，她爸爸为她洗澡的时候，她爸爸手足无措，然后呢都很怕把这个小 baby 弄伤的那一种表情哦。所以呢人们啊其实呢过去啊是因为记忆太美好，我们回忆着，所以呢把过去的美好捡起来当做前进的动力，就符合了我昨天所说的告别过去，不要沉溺过去。好，我们现在来一个爱的点点名，不晓得你在线上吗？扣扣扣，你在吗？